我。你干嘛呀？你装什么呀？以前逛街不都这样的吗？你还装？别这样。你是不是真的有老婆了？你装？你是不是有老婆了？你说啊，是不是？你别不吭声，每次说话你就不吭声，搞得我好郁闷的。你说你是不是有老婆了？你还装？为什么平时不装？你要装，你为什么？你跟我说。别这样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还不接电话？你老婆是哪人？你告诉我。你说，你告诉我。没有老婆。没有老婆，那你为什么要突然之间给我2万块钱，还叫厨师给我？你躲起来干嘛呀？你是啥意思啊？我们之间不合适。为啥不合适？也总有个理由吧。刚刚嘉宾都说了，那也得用个理由啊。你合逻辑不？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。我觉得你们俩，你说啊，他不说话啊，搞得我好郁闷呢。你让他说，每次都不说话。那你让他说啊。站到这儿来，主持人说。恭喜你捡到宝了。就这样好不好？你快说，我好郁闷的。气死我了！快说，我们之间真的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？你说为什么不合适？你为什么要给我2万块钱还不见我躲起来？还叫厨师给我？为什么我好郁闷的？对呀，他都不见我，他电话都不接。对啊，你说啊。算了，我还是别哭。哇，你的哭还是可以控制的。化妆了怎么办呢？啊。刚刚都到这儿了，我擦掉了。刚刚都到了这儿，差点掉下来。我擦掉了。如果化妆了怎么办？你真的是个宝。